光头。对，以后结婚生子，老了都要用光头。I'm going to kiss a body。就这么坚持，好坚持哦！You love 光头 ，You love。내애기도光头了。让我们欢迎酷龙来到现场。哎，你好，谢谢。Long time no see， 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还是那么帅。首先呢，要恭喜他们，因为他们的专辑呢，在台湾已经上片各大的排行榜，对，卖得非常的好。Congratulations。那我们想要请问，那个他们在台湾唱片卖那么好，那在韩国现在的成绩如何？대만에서는팔이굉장히잘팔리고있는데한국에서는어떠죠지금한국에서도잘팔리고在韩国也是一样，卖得很不错。恭喜恭喜恭喜！축하드립니다。那在台湾有一个惯例啊，就是说只要唱片卖得好，他的 MTV 就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那在台湾目前已经看到了两支，一个是 Funky Tonight， 然后还有一个是哆啦哇。那他们接下来会拍新的 MTV 吗？그러니까대만에서는팔이잘팔면계속뮤직비디오를찍는데지금대만에서소개된게두편이잖아요그러면앞으로다시또찍을계획이있는지有计划要拍新的 MTV， 有计划是不是？然后他们的 MTV 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每次都会有连续剧出现，对，像这次的是那个光头的女朋友被江原来抢走，然后光头又把她抢回去。那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就会发生这种抢女友的事件吗？有没有可能啊？뮤직비디오가이렇게연그다얘기가있잖아요그래서여자친구뺏어가고돌아오는데실제로그런일이있었나요没有，没有发生过，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절대로이런날수없는일인지对，为什么他们讲话都这么简短？是不是心情不好啊？이렇게대답하는게굉장히짧고간단한데왜그런지혹시기분이안좋은건지피곤해서아很累很累是不是？对，有一点，因为刚刚在车子里面睡觉，刚哦，他们今天才刚到而已，对不对？对，哦，辛苦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呢，除了专辑在台湾非常受到瞩目之外呢，还有一本非常受到热烈讨论，就是他们的写真集。不过呢，我个人是看过之后发现，一翻开呢，就大概有十几二十张光头的独照。然后江原来的照片都是放在比较后面一点。那江原来当初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内心有没有一点吃醋？哦，사진집보면요앞에가거의다이제구준엽씨고강원씨는뒤에서나오는데거기에대해서기분나쁘거나좀슬프지않나요기분나쁘죠当然是心情有一点不好。哦，真的吗？真的会心情不好？不急，当然。왜그랬어？왜왜？为什么拍这样子？而且听说他其实也有拍比较性感的照片。저기왕래코드직원들있잖아저여자들때문에잘못했는데당신들실수했어说说说，这是工作人员。哎，公司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啊？他不是有拍性感照片吗？是故意设计双面的。可是超商都摆这一面呢。干，사진집을아껴쓰라는거예요이쪽면은깨끗하게보고뒤로돌려가지고이제뜨거운거냄비같은거이렇게넣어가지고이렇게밥먹고그런什么他说你们看写真集啊看的时候看前面嘛然后有的时候是很热的东西拿来垫没有那么惨绝对不会的他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对他在台湾也是非常的受欢迎他千万没有这种想法그런일은없을거라고对然后在另外呢这个写真集里面有非常性感的演出光头先生那听说他们自己也很想要再拍下一本写真集那尺度会如何会不会更大胆对会不会更露사진집보면양한곳도몇장있는데앞으로찍을계획이있다고들었는데그럼앞으로찍을때는그정도가어느정도어느정도로볼까요여자랑같이跟女生一起啊对真的假的정말그럼对没错可能会请一个女的真的然后就会有那种亲热的镜头吗그럼그럼좀어떻게여자랑찍을때는야한장면도있을까요짱난太过分了你知道他们在 MTV 里面已经有跟那个女生这样搂搂抱抱很多镜头然后那个写真集既然要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不怕他们的歌迷生气吃醋吗不过뮤직비디오도그런장면이많고그러면저기팬들이화낼까봐그렇게좀두렵지않아그런건전혀없어요没有저희를좋아한다면뭐如果喜欢我们的话他相信歌迷不会生气才怪对啊怎么会呢对啊我如果是本身看到都不太高兴对啊是啊不过呢他们的那个专辑跟写真集造成非常大的轰动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在台湾也造成一股流行的风潮就是他们的发型最近很多人弄光头对然后很多走在路上